生我气了，哎，好了好了，我承认，确实这个股票兑现的事儿没跟你商量，但是下午司机跟我一说，明天这笔工地就要停工了，我一着急就，真对不起。不用跟我道歉，你的股票嘛，你有权利决定怎么处置，是吧？ 你说，你刚刚跟江涛约定好的是吧？江海和钟杰不独立核算，这才几天呀，你就自己就食言了。因为他的关系，导致江海股票跳水，他不但没受到惩罚，还弄得到你的支持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做企业最怕的就是上罚不起。你说你整天就像一个奶爸一样，在他后面。 支持他，纵容他，鼓励他，啊，他做什么事情你都没脾气的。你这个公司啊，要是一直这样下去，不说，不说。 对对对，打这泡泡，哎，打这泡泡特好玩，哎，对，显示你的剑法，哎哎，儿子，爸问你，最近你都学什么了啊？画画、钢琴、体育和滑板之类的。学这么多，累不累？你要是累，你告诉我，我跟妈妈说去，咱不学了，好不好？那好，你跟妈妈去说吧。啊？ 我刚才想了一下，学这些东西还是有用的啊，还是有用的啊。来来，哎，干嘛去啊你？妈妈，我想回家了。怎么了？爸爸不好玩。爸爸怎么不好玩了？他有很多事情不敢告诉我。嘿，怎么还在打小报告的呀？天也不早了，我早点带他回家吧。 行行行，来这东西装上，那什么我呀，我开车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我们俩自己坐地铁就行了。爷爷，他现在有点不舒服呢，在路上我找个药店给他买点药。圆圆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被冻着了？没有。你不说你不舒服呢吗？没事，我们家楼下就有药店，我们回去买好吗？哎，别，哎，那个，买完了。那个。嗯 真是有点不太舒服呢，买了两盒小快克，里面有说明书，横着剪一袋，斜着剪半袋，拿着，回家让妈妈泡给你喝。跟爸爸再见，拜拜拜拜啊！哎，不是慢点啊，到了家给我发个消息。 说好出来逛街的嘛，你这刚到商场就不想进去了？思思，回去吧，我现在一点心情都没有。生活总是要继续，你看你以前多漂亮啊，那么爱打扮，你看看你现在，你这一身衣服都穿了多久了？走吧，那边在打折，我们过去看看。 要买也是可以的，但是答应妈妈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不要去香港了，留在上海陪妈妈好吧啦。妈，我总是要长大的，我肯定将来会离开上海的，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很多事情我还没做完，等我做完了再走吧。 思思，
我怎么觉得你这次回来跟以前不一样了？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妈妈呀？有些事等我做完了就好了，你别担心。哎，思思，我跟你讲，你不好乱来的，尤其是不可以找你爸爸去报仇，你知道不啦？虽然我恨他恨得要死，那我也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呀。他那么狠毒的人，连自己家里人都要下手的。妈，你在想什么呀？你电视剧看多了吧？走吧，我们去那边逛逛。妈妈跟你说的话你要听的。顾总啊，您回来了。坐。啊，你跟陆江涛接触以后，他什么反应？能有什么反应？态度一如既往的不好。我再努把力，他会相信我的。不用了，我打算换人了。换谁啊？思思。思思不是不在上海吗？我今天在马路上碰到他了，他跟他妈妈在一起。现在看起来，思思很有可能偷偷摸摸又回到上海来了。啊，思思出面当然是比较合适的，可问题是，中间发生这么多事儿，他会答应？他如果知道这件事情背后的人是我的话，他肯定不会答应。但是刘毅，你出面跟他谈，而且跟他说是和江海集团合作，我想他应该会考虑。我出面当然没问题，可问题是思思她怎么想？思思现在面对的是陆江涛啊，我想关键的时候，思思一定会选择和陆江涛在一起的。好，那我试试。我听了半天，没太弄明白，您这么大一信托公司怎么会找到我？啊，这么说吧，通常信托公司都是空壳，我们这家也不例外。但是有一笔资金要进来，而且指明要做房地产。然后呢？我建议他投1791号地块。陆江涛那块地。之前有一个不错的做基金的朋友叫李兴成，他听说陆江涛四处正在融资，而且现在监管的形势非常的严峻，而且股市又火红火爆，大家都愿意把钱投在实体上，所以他找我问我有没有投资意向。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不错的，前景非常看好。投资嘛，肯定是有风险。之前我在你爸手下干，你爸和陆江涛的几个来回我都在身边。本来想着商场无死地，化干戈为玉帛，所以我去找陆江涛谈过几次。没想到这小子在某些方面记忆力太好了，以至于好过他赚钱的欲望。那是肯定的，你们做事不地道，还整人家就当没发生过吗？但是现实是他现在真的很缺钱，我找人打听过，江海的资金流不足以支撑到他的结构封顶。啊，还有，你爸之前被他摆过一刀，所以你爸在圈里扬言，谁要敢跟陆江涛合作，就是与顾一雄为敌。刘毅叔叔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你不是在帮我爸吗？你这么明目张胆的去投陆江涛，你不怕我爸知道？第一，在商言商，这是一个绝佳的投资机会。我也想借着江海这艘大船，狠狠的捞一笔。第二，我过去是跟着你爸干，但现在我自己独立了，我也想给我自己做一回主。第三，就是因为
过去在你爸手下干，我还是有点怕你爸，所以我就想请你出面。即便有什么事儿，你爸拿你也没办法。您这是拿我当挡箭牌呀？那我为什么要帮你呢？我同样给你三个理由。第一，之前的031号地块你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当初没有你，他们绝对拿不下这块地。你对这块地是有感情的，你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它烂尾。第二，179号地块现在完成了一半，只能前进不能后退，否则他会把江海彻底拉垮的。据我所知，你是江海的股东，你不会希望你的股票亏损吧？这可是你未来的嫁妆钱。第三呢？难道这两条还不足以说明吗？思思啊，你怎么用这么可怕的眼光看着我？这看得我直发冷。第三，我听你说吧。这笔钱是顾玉雄的，对不对？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现在我跟你爸没关系，已经一刀两断了。你们断不断跟我没关系，顾玉雄的钱我用。你这么快答应，这我有点糊涂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这有什么可糊涂的？顾玉雄出钱投陆江涛，傻子都知道是个圈套。所以你们就利用我去接近陆江涛，但是我没钱啊，我也没能力，所以大家就各取所需。我现在就想知道这笔钱到底是不是顾玉雄，如果是呢，我就答应；如果不是，那刘毅叔叔咱们喝完咖啡就散了，我就当您什么都没说，成吗？思思现在真是长大了，不像过去那么说话直来直去了。可是他跟我说话的时候，他那个眼神，我怎么觉得有点冷啊？哎呀，思思现在也不简单呢。现在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他要是不复杂，那才真出问题了。我思思确实聪明啊，他马上猜到幕后的操盘手是你。不过，他答应的这么快，我反而有点担心。我觉得会不会这件事我已经想好了，但凡打给陆江涛的每一笔投资啊，都必须经过你和思思共同签字确认，否则视为无效。哎呀，这思思是你女儿，这时候把她拉进来，我总觉得有点于心不忍。哎呀，说起思思，其实我也很矛盾，在这个家里。也只有他是真心对我的。你说这个事情要不是思思去换了别人，陆江涛也不会信任的呀。那倒是。John，作为十多年的老朋友，我恳求你，对于中建地产施以援手。我相信179号地块一定会给你带来丰厚的回报。Kevin， 规矩你懂的，我们恩北资本投的江海集团，至于中介跟江海的关系怎么协调，按照我们的协议，我们是不会涉足到你们内部管理和资金分配的。可是John，你也知道中介地产和江海集团的关系，如果中介地产的资金出现问题，不仅会伤害到中介地产，还会连累江海集团。我相信到时候你们投资机构的年报表也不会好看吧。没错，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坏规矩。投江海是一回事，投中捷是另一回事，那是另一个协议。而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这另一个协议。OK， 小艾，那我们就来谈一谈这另一个协议如何。你知道你们中介公司并不是上市公司，这意味着你们缺乏足够有说服力连续今年盈利的能力，同时也缺乏能证明你们预期业绩的财务报表。
就是说你们目前根本不可能进入我们风险投资评估，你们应该去找天使创业投资或者信托、森武这些机构。不是，江宁先生，是这样的，你知道我们已经跨过了创业阶段，如果你们愿意投资的话，我们可以签对赌协议的，也就是说我们在3年之内如果不上市的话，你们的投资我们200%回购。我很喜欢你这样的风格，就是没有中国人喜欢说话拐弯的习惯。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原则，除非你们这个1791工程成功，否则我们就无意介入。那我们都成功了，还需要你们投什么资呢？John，陆总虽然说话直了点，但是在我们这有一句话，叫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。你可以不用急着决定，回头我把工程资料发给你，你看完之后再回复我。不用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这真的不行。还生气呢？来，你还笑得出来？人家把话都说成这样了，你都忍得住？要是换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也想揍他一顿。可是现在怎么办呢？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啊。老外说的也有道理，这老外的好处就是做事太讲规矩，不好的地方就是做事太死板。那这也太过分了，这完全看不起人嘛。不怕，咱们现在手里端的是金饭碗，等咱们把这个工程盖成全上海最高的地标建筑，他们会来求咱们。但是现在怎么办呢？这大哥要赎出股票，二哥又着急还钱，就这点钱很快就会见底了，现在新的工程又需要钱，哎呀，急死人了都。不用担心，我们总会想到办法。喝茶。谢谢谢谢谢谢啊！两位老总，这茶怎么样？果然是好茶呀，李总不愧是公募基金的5星经理啊，连这茶都是5星的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白毫银针，白茶中的极品，被称为茶中的美女，价格不菲，4000块钱一克。还有更贵的呢。哎，不，那个是这样的啊，这我对喝茶这事儿呢，实在是不懂。我这喝什么茶呀？它其实都跟喝水差不多。我现在着急的不是喝茶的事，是咱这金主什么时候到啊？陆总，生意人必须要学会品茶，喝茶呢？让人的性子慢下来，不急不躁。李总啊，我们现在实在是不能跟您比啊，我们是民营企业，很多事情都得靠自己，所以呢，我跟陆总呢，实在是没有办法
今天先来给你喝茶呀。靳总来了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靳总啊，我来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江海集团副总裁庞文月，庞先生。这位靳思思，靳小姐。信投公司总经理，我们的大财神爷。啊，江湖久闻啊，幸会幸会。你们两位都很熟了，就不介绍了吧。是，请坐。没想到啊啊！我等了半天的金主，合着怕你给等来了。陆总，我知道之前靳小姐在您集团工作过，但您不能以老眼光看她吧。现在的靳总手里面好几个亿呢。来，谈正事吧。好，那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。好，我可以给你投资，但是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我需要1791号地块拿来做抵押，而且我要利息。我找任何一个人投资都得抵押，都得有利息，这不算什么条件。我还要股权。思思，我听明白了，你这不是来投资的，你来捣乱的呀。投资的事儿啊，咱俩免谈。不，听我说。今天咱们来这儿啊，就喝个茶，咱们尝尝这4000万的茶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刚才什么情况？我还以为迎刃而解了呢。迎刃而解什么解呀？他那钱呀就不能要，知道吗？陆总，咱现在可是火烧眉毛了，什么事不能太计较了。这跟计较不计较没关系。我跟他呀，能找个时间吧，能找个时间我慢慢给你讲。这故事有点长，你先回去吧啊。那我先走了。站这儿等我干嘛呀？我今天没开车，你送我一段吧。怎么又来呀？我们这个生意做不成，但是情谊总还在吧。你不会连话都不敢说了吧，思思啊？你最好呢，不要掺和到这件事情当中来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现在我手里有资金，你需要投资，我就可以投给你。大不了我们就按照正常合同的流程走，不就完了吗？你把我要的条件都给我，你去银行不也一样？那我宁愿去银行。银行要是能贷给你，你今天就不会来这儿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只要你是投资人，这件事儿咱俩就免谈了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那钱是一什么来路。说到底，你心里还是有鬼。是，没错，我心里是有鬼。准确的说吧，应该是心里有愧。这些年你一直在用你的方式帮我，可是关于031地块，你爸爸跟你外公的事儿，其实对你来说，我就是个叛徒，我知道。你不会告诉我说，这件事儿你不在乎吧？我当然在乎。从小到大最疼我的人在监狱里去世了，我能不难过吗？但我更恨的是顾一雄，他掌握着我外公所有的信息。说来说去，031号地块本来就应该是你跟大哥的，只是我外公不应该那么贪恋。我也不逼你，现在我手里有资金，求着我的人特别多，干嘛上杆子啊？要不是因为我在你手下打工那么多年，我才懒得管你。谢谢啊，但是思思，
我还是那句话，男人不能一直无止啊，老在一个女人上得到帮助。我的事儿你甭管了，资金的事儿我自己解决。我只希望你照顾好你自己，还有你妈妈。我照顾的好着呢，不用你瞎操心。什么？居然没谈成？是啊，这我也奇怪，这按说是瞌睡跟枕头的好事儿啊。会不会这小子对资金的来路起疑心了？那倒不会，还没谈那么深呢，就一口回绝了。但我帮你抓住这次机会啊，每个人都有弱点，要想打败他，关键看我们能不能发现他的命门了。可要是他就是不上钩呢？不上钩啊，说明他肚子不够饿。那咱怎么办呢？在背后再推他一把。明白了。陈科，您的包裹。好，你先忙吧。好的。这下看你往哪儿跑。尝尝。我们呀，打的就是质量牌、品质牌，就是群众的口碑很重要的。嗯，好吃吗？挺好吃的。这是我们超市准备直供的苹果样本，从田间到餐桌一条龙，无缝衔接。陆总，证监会的找您。让他们进来。好的。可以吧？我们现在准备马上引进过来。陈建，陆董事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此刻，我代表的是证监会上海市监管局。经我们初步调查，陆海波涉嫌违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有关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相关规定，为此特需核实查证，请予以配合。这是我们的协助调查团。陈科长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转让股份这种事情是很正常的呀，不为我们江海一家。而且您说谁还没有个拿钱等救济的时候，是不是？转让股份虽然没什么稀奇的，但是有没有问题我们也得查了才知道，你说呢？陈建，你这是公报私仇。这位同志，你这是在侮辱和谩骂公职人员，我可以告你妨碍公务。好啊。子琪，孟海龙不是说了吗，让我们配合，你去财务那边把我们的流水打出来，我在这儿接受他们的问询。请坐，各位。陈科长，您坐。二位，请坐。坐。这东西我是一点啊都看不明白，你看就行了，好不好？你看完之后啊，你跟我讲就完事儿了，好吧？好。我回个电话啊。二哥，子琪，你给我发的信息什么意思呀？什么叫大哥接受调查了？怎么了？哎呦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说他被调查了。你赶紧回来吧，林小姐都快急疯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大哥怎么了？我也不太清楚，
可能得麻烦你跟我回趟总部。走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什么事儿，配合调查。你哥这不是想给你救急吗？抛售股票的时候违规了。跟他没什么关系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处理账户的时候没看清楚。那违规了，会怎么处理啊？根据公司法规定，一般来说也就是罚款，但是力度不会大，估计也就是几百万。但是大陆总是公司的实际控股人，很有可能会增加大陆总的消除年限。事情已经出来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来扛，你们就安心工作吧。别大哥，你也是为了我，这样我们想办法筹钱回购股票吧。现在资金就这么困难，而且这个大家的股票也不方便动，你们都不用管了，我自己来想办法吧。不用，我想办法吧。江涛，我该想的办法都想了，该找的人我也都找了，大陆总现在又出了这个事情，你能眼睁睁的看着公司就这样下去？老婆，你说的事儿我都知道，我这不也在想办法，可我现在是无计可施了，不是？谁说你无计可施？你还有一条路可以走。思思，坐吧。我就知道你早晚会回来找我的。这不是走投无路了吗？那行，咱开门见山。上次你跟我说你开的条件是要股权，这个时候你不会落井下石，再加什么筹码吧？筹码我肯定是要加的。说我听听。现在我还没有想好，等我想好了我会告诉你的。那行，那我呢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一下。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，我也知道你的疑惑在哪儿。你是觉得最先有人让江海集团的股票大跌，为了补救，大哥把他自己的股票赎出来，之后就有人进来查账，你觉得这所有的事情都指向你必须要接受我的这笔投资，对吗？而且你还在怀疑，你想问这个局是不是跟我有关系。我告诉你没有，你相信吗？那行，那我还有一个问题。你想问这笔钱是不是顾一雄的？我告诉你不是，你相信我吗？思思，你还真是长大了。今天到的人还挺多。嗯，到时候你们两个人可以在这边。是思思，这是不是思思啊？思思，哎，林霞姐，好久不见了。是啊，好久没见了。你妈妈好吗？她挺好的，她前段时间还问起你来着。哎，等你不忙了，你来我家吃饭。好呀，好呀。哎呀，思思现在真能干啊。我哪里能干呀，我这就是赶鸭子上架。思思啊，谢谢啊，谢谢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。大哥，你说这就见外了。啊，进去走吧。我们今天是我们东方硅谷大厦结构封顶的好日子，再过几个月我们就将开门营业，招揽四方互联网新贵。在这个特别日子里，我们跟云思信托签署重要的一个一揽子投资协议，充分确保了我们这个工程的投资安全。未来我们还将在多个领域加强合作，这个工程将是金融与实体紧密联合的标杆作品。
也是未来金融服务实业、实业回报金融的良好典范。有点堵车。哦，菜都点好了，吃吧。你说这几年啊，我跟你打电话你不接，发信息你不回，你跟我有多大仇？20多年了，我真是白养活你了。慧雄，能不能说点别的？我不想听你。你叫我什么？慧雄啊，怎么了？你把我姥爷送进监狱，又把我妈赶走，你还指望我叫你什么？叫你爸吗？难道？这么多年我真是白养活你了啊！当初你这么大点的时候，真应该一巴掌把你拍死。你姥爷的事能怨我？就算是没有我，他做的那些事儿，别人也得把他送进去。每次说你都有理由。那这么多年你说你白养我了，那你呢？你把你自己当家里人了吗？你这话问得好。你们家里人把我当自己人吗？啊，你那个妈，我大学毕业的时候，为了一个名额，把我留在大上海，啊，大部委，从此以后就跟我主人一样，在我面前作威作福的。你那个外公，我在做生意的时候帮了我，从此以后我就得在他面前抬不起头来。在这个家，我是那个一直被呼来唤去的那个人。你们有人在乎过我的感受吗？啊，就连那个小保姆都一直不把我当人看。后来我下海了，挣了点钱，可是在他们眼里呢，就觉得这一切是他们赏给我的。我原本以为通过我的努力，我的打拼，我能改变这一切，但是没有用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后来我也明白了，你在他们面前呢，只要一日为奴，就得终身为奴。这些话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说呢？说实话，在这个家里也只有你把我当成亲人。过去你还小，有些话我没法跟你说。你现在长大了，我能跟你交流，我能跟你掏掏心窝子，我才跟你说这些。这些年，说实话，我为什么活着？我就为出口气而活。我就为了这口气一直活到今天。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这么多年争来争去，争这一口气，争这个输赢有意义吗？在我的人生里只有输赢，而且我现在是只能赢不能输。闺女，你明白吗？你别叫我闺女，我现在就是你的合作伙伴，你是我的老板。吃饭吧，顾总。吃饭。行。对对对，行，谢谢你啊。哎，明白了明白了，好，赶紧请你喝茶。哎，拜拜。给谁打电话呢？我真是动用了所有的社会关系，没查出来思思这笔信托基金有什么问题。你还是想查他？你觉得这个事儿跟顾逸雄有关系？你想啊，思思的姥爷是江涛举报的吧？他能不恨江涛吗？他还能回来主动投资？179/1号地块现在已经质押给思思了。假如后面是顾逸雄在操纵的话，也就是说这块地已经是顾逸雄的了。未来顾逸雄要是想刁难江涛，那江涛可就麻烦了。而且江涛在这块地上花了这么多心思，万一他最后要是知道这块地是顾逸雄的，他能受得了吗？我觉得你多虑了。发生这么多的事情，根源都在顾逸雄的身上。这个思思要恨，那一定是恨顾逸雄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要说这个思思来坑我们江海集团，这个打死我都不信。你是太善良了。来来来，敬你红哥一个。来来来。哎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我是真不能再喝，再喝我就多了啊。谦虚。你是我亲兄弟啊，我们哥几个以后在下半辈子啊，可
都指着您来了啊。最后一片秋叶落下成倒影，听草野间知了嬉笑多合群，衣衫不整的少年心中却有豁达的梦还没实现，剪不断的情意今夕我和你，记忆里的巷口我在等你，像黑白电影朴素的声音诚恳地说着过去，晚风吹过你的脸颊，时光偷走了旧伤，却因一封信模糊了自己风轻云涌的心，回首的路渐远又长，用这一生回望，青春虽动荡更野草茫茫，却驻长在我生命里永远忘返，风吹过你的脸，时光偷走了旧伤，却因一封信模糊了自己风轻涌的心，回首的路渐远又长，用这一生回望，青春虽动荡更野草茫茫，在我生命。